上星期日區議會選舉，投票率高達41.4%。參選人當中，除了各政黨的政治明星之外，還有不少是八九十後的年輕人，人數超過150人，比上屆多了一半。支持三號嘉怡，大家今日一定要出嚟投票。投票！年輕人由關心社會到投身政治，區議會選舉是他們從政的第一步。整個策略其實就是第一，將地區議題政治化，同埋將區議會嗰個角色亦都係政治化。大家知道做呢行咧揾唔到錢，純粹係為興趣。我都寄望嘅，有一日區議員嘅能力會更加高，已經唔係再管幾座樓、邊度冇垃圾桶，而係講緊一個大區裏邊一啲資源點樣分配。早晨，你好。邝俊宇今年28岁，现任元朗区议员，今届竞逐连任。早晨，你好。早晨，早晨，早晨。早晨。佢加入民主党7年，4年前第一次参加区议会选举，一击即中，仲成为民主党新界区最后生嘅区议员。佢认为区议员要帮街坊争取权益，冇分大事亦或小事。7点前会嚟到唔同嘅位置派早餐。我今日派紧咧，其实系回应紧咧，施政报告啊。咁其中一个重要嘅东西就系咧，长者终于可以即系2蚊搭车啦。咁呢一个系一个即系好消息啦，通知佢哋啦。早晨你好。多謝你。我不想即係淨係喺個選舉期裏邊充斥就係、是、啊，請支持一號啊，請支持一號，而係講俾佢聽，我哋而家唔係選舉期先嚟做嘢，我哋過去4年每一日都係選舉日。早晨你好。一、隻手唔好喐。2、3。咁多位師姐，我由你加入啦。去到邊一色啊？4年前。邝俊宇当选议员嗰阵，只系得24岁。佢话年轻人从政一开始要克服嘅困难，就系年纪太轻，好难取得选民信任。发明啲咁复杂嘅动作噶，啊！年纪嘅困难就系啦，佢哋打个譬如啊，佢认识你想揾你帮手，咁可能牵涉嘅可能太太通常系彼此之间可能系一啲婚姻问题啊、家庭问题，我点样信得过你呢个年轻人先？咁第一件事佢要认识你。我過嚟玩一下先。你好，係啊，好唔好得啊？好得啦！哎呀，好得意啊，好得意哦！你揸嚟上鏡噶啦！哎呀，熱情啲，嘗試去建構呢個網絡。好多嘅求助個案咧，其實喺呢啲公園度揾翻嚟。試過好多次嘅，即係你約個官見面啦，個官可能會話：，邝議員咧咁，我係邝俊宇，你係邝俊宇咁樣啦，即係可能佢哋會覺得佢哋唔習慣啊，唔習慣一個議員點會咁後生㗎咁樣。你任何一個行業啊，都應有一啲年輕人喺呢度做推動嘅力量㗎啦，唔通真係等大家老曬啦呢一代老到可能70、80啦，跟住先到我哋去接棒咩咁？做咗4年議員。邝俊宇话：自己而家仲摸索紧议会嘅运作，个个都 say no 嘅，有咩办法啊？你一张台系唔够嘅，梗系啦，2张、3张，最少你都要咁啊，设置喺度。邝俊宇曾经向区议会嘅小型工程委员会申请拨款，将区内呢一块荒地改建成公园，结果同唔同部门交涉咗2年，最后只系批到20万。政府的規劃就是跟我們說，不好意思，我們不夠錢，我們要將貨就價，只能夠 鋪條行人路圍住那邊，後面呢就要等下年再批了。但你明明看到對面最尾就有一些康樂設施，康文署起好了，你要一個老人家來到要走回出去外面條路，再兜去那邊用那個設施，這個是很荒謬的。委員會一開始的時候，自然就會有很多很熟規矩的議員已經排了隊了。
當我哋呢啲新手經過，咦係我可以排隊嘅時候咧，當然已經去到後期啦，而且亦都錢唔多。同樣是28歲的蕭嘉儀，是民建聯的新生代。上一屆參選，她以300多票落敗，今屆卷土重來。上一屆呢，其實已經是一個初生之族，其實是識的東西也不是很多，經驗不足，很有心去做社區，但是缺乏少少經驗。報咗名，得唔得張幅海報？可以啦，我。嗰人靚就點影啊？靚啦！幫我發動一下大廈啲人喎，嚇。哦，好好。嗰陣時我係投俾民主黨多嘅，不過依幾年就冇啦，依幾年就。因為我全職啊，咁全職咪多啲時間全程投入呢個區咯。蕭嘉儀大學選修傳理系，不過畢業之後她放棄做傳媒，加入政黨做社區幹事，為日後從政鋪路。申請居屋呢？居屋又怎申請法呢？居屋現在就暫時未有啊，因為呢政府說復建居屋呢都要等成三年多。社區沒有分大小事，在我們來說可能填份表是小事，但是如果你連表都不幫他填，他又不懂得去計算那個資產審查的情況，那就沒有人幫到他。我又不覺得地區工作是一些雞毛蒜皮的事，一些小事他不解決他可能變成大事。我維修之後很好的。好好，那大維修之前又怎樣呢？是一電線啦啦嚟啲電表啊，所以而家流曬出嚟，亂曬龍啦，係啦。亂曬龍，而家維修咗之後咁樣整整齊齊，同埋有呢個落實去做咧，得到嗰個街坊嗰個認同感好大。你如果你又當佢一個工作，你就會望佢啊年年加薪啊，幾時出雙糧啊？咁絕對亦都唔做地區工作，亦都唔會係有呢啲得著，因為做呢個地區工作咧。其實如果你除翻開個時薪咧，係一定係都唔知過唔過呢個最低工資。如果你真正咁樣做，因為你廿四小時工作，即 call 即刻就到，係咪？落實民主規劃，共建宜居街區，請大家支持我政街一號候選人。隻眼就好似係咪我凹入去咋？今屆區議會選舉，除了是政黨新生代從政的試金石，一班積極參與社會運動的年輕人亦都趁今次的選舉組成聯盟，推廣自己的信念。27歲的黃浩兒就打住民主規劃的旗幟出選中西區的政界，見到很多區議員很典型的就是只是去做蛇齋餅種，去派一些福利。我會覺得即係派福利呢、這個同區議員的身份其實冇衝突，但如果我係齋淨係講緊話派福利，而唔去議事，而唔去規劃個社區，唔去同居民一起去討論社區入邊嘅發展咧，呢就會構成一個好大問題。我哋最近都收到一啲居民同我哋即係反映意見，就係講我哋。黃浩然從事政策研究，從捍衛皇后碼頭開始，佢一直關心市區重建規劃同埋社區發展。參與社會運動之餘，仲希望喺建制內實踐理念。我哋而家在場咧做緊一個社區調查，希望了解各位居民對於呢一帶嘅交通環境、道路環境嘅一啲意見。參選一開始，他首先在社區裏面做調查，周行人路的設施，諮詢街坊。以前冇欄杆，有時會幾人多，有時行行中年。當區區議員佢即係之前應該有啲建議，就喺呢度安裝多一節嘅欄杆，咁啊將成個即係行人路同車路咧就完全分隔咗。咁其實我哋見到呢種就係即係冇
即係好充分諮詢個居民，冇去了解居民需要之後咧，即係由上而下嘅一種咁嘅社區規劃、社區設計咧，咁其實對居民嚟講咧，佢哋唔中意。我哋嘅團隊有一啲即係社區規劃師，將居民嘅意見整合，去做到一個方案出嚟咧，去改善呢一區嘅步行嘅環境。如果真係可以入到去區議會，我哋相信嗰個係可以，無論喺個資訊嘅接收啊，或者我哋嗰個渠道表達係多咗，亦都多咗資源去同街坊去溝通去互動。六成嘅 label 未貼嘅，咁我哋貼好又攞入嚟，好唔 OK？ 咁我今次咧再接再厲，你哋話我哋係咪會成功啊？係，再接再厲，民建聯必勝，民建聯必勝。上一屆參選區議會落敗嘅蕭嘉儀，今次卷土重來。竞选期间积极接触选民。早晨，早晨，希望你支持嘉怡，多谢你。我哋都提倡比较环保啲，咁啊有新嘅概念就系、是、整个牌，咁啊已经好清晰嘅概念，行过咧啊只需三秒钟已经睇到我嘅 message 嘅信息系啲乜嘢传递咗俾佢，咁所以咧呢、這个都几好反应嘅。各位街坊前輩，唔團結唔成事，我哋希望你幫手留個簽名。業主會問嘅，點解可以減租啊？但又唔可以減管理費咧？我哋民主黨新生代候選人鄺俊宇喺元朗北朗選區競逐連任，四年從政經驗令佢明白到，要爭取選民支持，一定要扎根地區工作，尤其係區議會選舉。村內嘅事務係我最扎實嘅底線，區議會係一個埋身肉搏嘅地方嚟，就係我要活生生講俾你聽，呢幾年你見到我喺你面前啊，你掂到我，你見到我，你揾到我，而我為你做過啲乜嘢？哪管係做好一個公園，哪管係加強咗滅蚊工作，哪管係幫助解決咗好多嘅家庭嘅暴力問題啊，等等等等，呢啲係累積成為咗你嘅地區工作。等他們會覺得啊，我一票沒有投錯你。落到去地區選舉啦，政黨和明星效應咧，可以話是差不多全部失效噶。唔該曬，多謝你啊！我哋將會邀請咗西營盤區同埋正佳嘅區議會候選人，同我哋一起討論有關區內嘅問題。黃浩然第一次參選，因為冇往績。所以他希望憑住自己對舊區重建的關注，吸引選民挑戰現任區議員。可唔可以將佢加大啲，或者將嗰、那個街市重組去騰空一啲冇人租嘅地方，我嚟做一啲設施？可唔可以加啲凳嚇，鼓勵啲街坊有時可以入嚟坐下？呢一日，佢出席社區團體主辦嘅論壇，希望同對手辯論政策。點知對手缺席，即係社區嗰度咧，呢個令到居民缺少咗一次機會去即係比較，咁亦都缺乏咗一個機會去讓居民去了解唔同嘅觀點。請大家運用你手上神聖嘅一票，繼續支持我二號李志恒律師。我不覺得這個論壇有必要，因為我需要面對我的選民，我在街已經做到，我不需要這樣去做法。除了盡量擴闊行人路面之外，我們選擇不是我們可以決定我不想參加，加我不想接受訪問，我不想將我們的選情呢是提到這麼高的層次，因為我們作為地區的選舉。區議會選舉投票人鄺俊宇、蕭嘉儀、黃浩然三個八十後盡最後努力拉票。黃浩然，繼續啦！繼續大家福啊！支持民主嘅社區，多謝咁多位街坊，希望咁多位街坊，而家嘉儀嘅選情好嚴峻。請你哋支持邊個啊？選情好告急啊！你好，你好。
支持啊，嘉怡。Hello。为咗催谷选票，萧嘉怡一早就打出告急牌。我怕有啲即係落後嘅情況，因為上屆畢竟已經係輸咗差唔多三百幾票啦。咁做咗四年工作，咁我哋希望咧就今次可以得到勝利啦。咁但係而家情況我哋估計係五波咯。投票，邊號？一號。黃曉燕，贏咗。一號到一號，我都要。民主黨喺今次區選比其他政黨追擊，選情嚴峻。不過鄺俊宇對自己依然有信心，我的連任機會亦都會因為民主黨的劣勢而被看淡，但是我這一刻都仲係好相信地區工作。地區工作不是用口講的，是儲翻嚟。我希望啦，呢四年的工作是敵得過民主黨的低潮。而家距離投票結束的時間只有約莫係個半鐘到，支持一號黃浩然，支持一號黃浩然。而家我哋嘅選情非常危急，而我哋見到其實相差票數即係非常之少，呼籲各位出嚟投票支持我一號黃浩然。希望各位能夠投票。居民設想嘅，空降政界嘅黃浩然，入夜之後仲四出拉票，希望把握最後一刻。我哋感覺而家其實同對方真係爭一百至二百票，對方喺呢度做咗有翻咁多嘅分，我哋見到佢真係會有啲貼票，所以即係當佢即係一話告急嘅時候，我哋都好擔心，即係嗰個投票率會唔會有一啲票數係去咗佢嗰度。佢哋要遲啲先係拉手術水。咁而家大約係1700-1200咯。一號候選人得票係總數2255，二號候選人1139。票數是令我很鼓舞，比上屆高，同埋我感激咁多位街坊，呢四年的汗水冇白流過。多謝曬，多謝曬，多謝曬，上次就690票啦，咁今次咧就大概1000-1200票，咁其實都係增加咗都有一倍，咁都係一個值得高興嘅事。選舉結果就係1700-1200到啦，咁對方應該就會贏我500票嘅。咁其實我自己對於呢個結果咧，其實我自己都相當接受，因為即係如果你話講緊一個即係空降嘅候選人落嚟社區入邊去提出一啲新嘅諗法，對於即係過往真係喺個區入邊冇地區工作咯，但我哋有1200票嘅選民嘅支持。今屆區議會選舉，建制派大勝，攞到超過40席，而泛民嘅議席夾夾埋埋只有20席。民主黨多個元老今次亦都落敗，但係鄺俊宇嘅得票就比上一屆多出30席，高票連任。當而家形勢越差，新星嗰個嘅魅力會越大，因為市民會多咗寄望。新星咧其實係唔會突然間出現噶，新星係好耐好耐以前嘅工作去累積翻上嚟。請支持一號，多謝。除咗自動當選76席之外，今屆區議會選舉有46個80-90後嘅年輕人當選，從政。是不是年輕人一條出路呢？多謝你的支持，多謝。咁其實發展的空間是無限擴大，對外的可以是立法會的層次啦。咁另外一個層次就是去收集地區的資訊、地區的信息，再發放去我哋一個政策的研究方面。
千二票都算是这样了。是啊，最多真的。真的要靠大家支持，呢、這個真係選唔到咁，我哋 keep 住即係社會運動嘅，或者我一路做即係、就是、社區居民組織嗰啲，其實我一路都做緊。係啊，即係我見到嚟緊嗰個社會個城市發展嘅矛盾係只會越嚟越大，即係喺而家個政策咁傾斜嘅狀況底下，咁所以我哋覺得我哋依然會有我哋嘅位置去做。我哋係一個。議員嚴格來說，我們是一個將來的政治人物，有機會來到那時候，不用一定是裝腳咁上，我相信總會有一個位置需要你，哪管是區議員，哪管是立法會，哪管是甚至乎政府其他位置，你不知道的。接下來是咪姐有請。动2011第三击，查钱咧系我哋呢行嘅行规嚟嘅。有冇向丁文亨提供非法活动？绝对冇。你真系好熟快。叶伟文执到心魔。你话俾陈公仔啊 ？Happy birthday！ 巴总同丁文亨一定会见。10% 粟米总销售额作为我嘅回佣。丁文亨先生，而家怀疑你触犯防止贿赂条例第9条。下星期六晚7:35。